看着点。张老公，你这还挺厉害的。随着各个平台的春晚播出，郭冬临小品也爆火网络。喜剧春晚的第一个小品就是郭冬临韩雪的小品。在小品《没那么简单》中，郭冬临老师现场不停喝水，连对手演员韩雪都惊讶于表，其敬业程度让众多网友隔着屏幕都称别着急啊，老公，咱现在可以开始换了，两个瓶盖换一瓶，四个空瓶换一瓶，对吧？嗯。三瓶拿好。这就是老一代艺术家的职业修养和专业程度，令人佩服。虽然不知道里面灌的是什么，但量是真的多。郭冬临老师也太敬业了，真诚提问，在这个小品里面，老师到底喝了多少瓶水？一直都在吨吨吨的，像极了爸爸喝多的样子。这小品果真不简单。两瓶，四个空瓶换一瓶，还有三瓶。可以，我喝。不就是一瓶吗？喜欢就订阅呗。